你把这个讲。好，厕所就是。你要讲就是你看那边厕所，嗯，然后就是它有分男厕跟女厕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新东西？紧急状况哎！为什么会紧急状况？感觉是可能我跌倒的时候可以按一下那个。不是不是，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太美，然后一讲分手不好意思就把它推下去，而且有人下去。你看到101，台北101就在我的右手方。好了，那这片夜景呢？我只看得懂101，其他看不懂。